积木先生，谢谢。为什么会选吉莫先生呢？我可以抒发压力，
在吃后的时候，吃后都会跑出来。对。那每次都喜欢找比较可以抒发的这种歌曲吗？还是看心情？比如说 Beyonce 这种。哦，可以，可以听完之类的，那好像也蛮适合你的。好啦，期待您之后带来的。哦，我等一下，我刚刚看到你很多加油团呢，灯牌是你的哎，对啊，好用心哦。哇，期待我们等等的成绩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住金门吗？对，哇，来工作的，来工作。哦，那来金门几年了？住金门了，七年。哇，也蛮久的时间了耶，很爱金门，对不对？我觉得金门好舒服，住非常的惬意。哇，那哇哦，出来了。有的时候忘记自己来工作，就来度假那种感觉，对对对，很舒服这样。